巴西士摩堡的奶茶，好饿，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我真的好饿，好饿。但我刚刚已经吃了一个蛋挞，一个那个芝士挞，对的，那个芝士挞根本就一点都不管饱，我的天呐！我现在赶紧开始做，打开我的小食谱，把昨天剩的米饭拿出来。昨天剩了这么一大碗，厨具没买齐，厨具还差的挺多的。我今天本来想去买那个隔热手套，然后菜刀也没买到，菜刀，但是我买了水果刀可以先用着，然后还有那个调料罐也没买到，调料罐太贵了。我今天在那个什么，在两家那种店里面选，那都太贵了，一个都要几十块钱，所以我准备在拼多多上面买。这个饭可以先放在一边，想先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哎，今天随便扎的，今天扎在后面的。对，今天做昨天的那个，昨天发的房间的那个牛肉饭呀。我刚刚还买了好多食材呢，还有把又缺的一些调料给买回来了。一做饭才知道我原来啥都没有，买了好多料酒，哎，我这个料酒已经是买的最小的了，最小的都那么大。对，今天做日式牛肉饭，想不到吧？有一天我居然自己，哎呀，自食其力，开始开小灶了。这怎么放啊？这个，把这些东西堆里面去一点。调料都放上面，还买了蜂蜜和那个香油，这个香油就很小，我觉得这个大小就很好。哎呦，这酱油都2大瓶。今天做牛肉饭。今天还是比昨天开的早吧，昨天好像9点半开，你收入了命运的 X 号，并刻入了碟片。你是外国人吗？这个说话的方式，哦，谢谢动宝的奶茶。对，我刚刚太急了，就是我今天下午把头发给拆了，然后绑麻花辫要好久。谢谢洛宝的奶茶，我还买了西兰花、胡萝卜、洋葱，就是那个今天要吃的蔬菜。我把这个还是放上面，然后这个就是今天的主咖，肥牛卷。它本来是冻的那种，但是是新鲜的啊，冻的那种。但是在我挑调料，在我挑厨具的时候，它已经被解冻了。贵呀，我感觉我都可以，就是有这个钱，我都可以去那个那边吃那个牛肉饭了。但我们已经拿的最小一份的了，最小一份21块钱，21.96块。谢谢瑞宝的花花。我把它放一边，然后就开始吧，做今天的饭。我先把米饭给热一下吧。它这个好像有说热米饭怎么操作的。不要叫我姐姐。二十一，就是我只买了肉，我21，我在外面都可以吃个牛肉饭了。你这么算就觉得很贵。
今天牛肉饭，牛肉饭还说了一万遍。热饭第15页。对，牛肉饭，牛年吃牛肉饭。云南还是很好玩的，我去过一次，我去过那个西双版纳，小的时候，因为我出去旅游的次数不多，印象还蛮深刻的，挺好玩的。长按取消键2秒开始加热。哎呦，好，天哪，好！哎，这个锅真的还挺高级的。有饭勺，去把今天的饭给热了。哎，我觉得这么一大碗我肯定吃不完，吃不完的也不能留了。努力吃吧你。对，我在租的房子里。下次少煮一点。要加一点水，它这一点水是多少水啊？我怎么知道多少水我还是烧个开水热饭吧。对，就做牛肉饭，特别的有这个头脑，就是昨天剩的冷饭就刚好今天来做这个饭。我本来还在想今天要不要做炒饭的，但是翻食谱没有什么炒饭，只有这个牛肉饭。哎，我这个先放哪？然后，翻牛肉饭那一页。哎，我做的是日式牛肉饭。对，蛋炒饭很简单，但是我以前我小时候做的蛋炒饭都很难吃。我是从简单的蛋炒饭开始，就看清了我，就是还是不要下厨房比较好。但是经过昨天啊，因为有这台我妈妈给我的神奇的机器，我就还是觉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挺开心的。对啊，我反正我那会儿做蛋炒饭做的可难吃了。就我，你看我这个啥都能吃，我都吃不完。好，还是先准备蔬菜，水烧好。我喜欢吃干一点的饭，我就也不加多了，加一点点。它湿一点，点按锅，长按取消键2秒开始加热，哦。可以，好，开始备菜。这是他们那个，这是这个机器它自带的一个食谱，还放还有点少，我觉得他们家应该后面食谱应该有更新吧，我上网查查应该能查的。对，今天不做那种煲仔饭，今天就是拿剩饭，然后。把牛肉给盖上去。
今天肯定会比昨天状况好的，我觉得。胡萝卜切片，西兰花掰成小朵，洋葱切丝，然后将香油和黑芝麻混合备用。OK，好，先切搞胡萝卜。而且我还买了专门的那种削皮的哦。水果刀和削皮器，谢谢噗噗宝的应援棒。我只有大碗和小碗，对，我没有盘子，我准备下次就是今天太晚了，下次我有时间好好逛的时候再去逛那个，就是那些碗什么的，就盘，买点盘子或者在网上买。这个刀，今天做牛肉饭，我一直在重复今天做牛肉饭，我觉得我可能一个水果刀也够用了，就感觉。好，胡萝卜，洗胡萝卜。失控宝的奶茶，对，我应该，哎，我下次应该说我今天做什么，每次都进来就说，都说今天做什么。感觉是萝卜，肉被我削下来点儿。我特意拿的特别小一根胡萝卜，最小的一根就是，就想今天就把它用了。我会削皮，这还有一点。我以前在家里帮我婆婆削过，只是削的不是很好，我觉得不是很好啊。切块。
水果倒还真是没菜刀好使。哎，我感觉还是多了，胡萝卜还是有点多。能再切小一点。这水果倒是有点钝呢，啊，我就想吃这么点胡萝卜。你不想再加了？嗯，好。这半根不要了，行。嗯，放这儿。蒸胡萝卜吃 ？No，我真的不是很喜欢胡萝卜泥。好，就这么点儿。然后掰西兰花，西兰花我选的是最小的一个，但是它是这么大，说不完，哎呀，放冰箱里，等会把其他蔬菜一起放冰箱里，我知道放冰箱，知道放冰箱，哎，我还知道好友要放冰箱的，虽然我今天才知道的，我昨天不知道，我今天查了一个什么，我才发现他要放冰箱。放冰箱，真的一个人买菜真的很难买。哎呀，我觉得超市可不可以出一个那种一人份的菜呀、啊？就是那种就是素搭配，然后就一份一份的卖。我这个。哎呀，我可能这个还得需要一个碗，需要个小碗。对，还没那么多碗，罢了。装剩饭的洗一洗。哎，我还买了一个新的搓碗的。就是其实洗奶瓶的，但我觉得他拿来刷碗刚刚好。你随便刷一刷就好。不是刷厕所的，你在刷厕所的。对，我现在是正在学习做饭，对，我正在学。好，然后掰西兰花，西兰花掰了先洗一洗吧。也不好掰。嗯，再搞一朵。妈呀，这西兰花我能吃一个星期。我还算比较喜欢吃西兰花，太大了，再把它掰成小的。
强迫症，观看我的直播可以治好强迫症。哎呀，我的天呐。我这个工作台真的太小了。这些菜不要，不太喜欢这些。清一清。你这太小了。哎，不过最边上那个烤箱，那个早餐机我不怎么用。对，我在想要不要把它给挪开。西兰花要不要拿盐泡泡比较好？我拿热水烫。哦，那刚好刚刚有个热水，刚接的热水。好的，我已经拿热水烫一下了，管它的，我感觉热水烫一下应该也比较干净，因为西兰花不太好洗。哎，不行，感觉这西兰花有点多了，放回去一点。天呐，这，碗到用时方恨少，这个碗流出来。是洋葱，洋葱也是拿的最小的洋葱，买一些大碟子、小碟子是吧？我哎，没办法，我明天把那个早餐机的位置挪挪吧。我现在这个站板我只能放这儿，太难了。再放一个桌子是吗？先切一半。洋葱怎么切啊？切丝吗？洋葱怎么切丝啊？
哎呦，是有点强，但还好。浸在水里包，哎，还好还好，可以再来点洋葱。哇，我的眼睛好坚强，没啥感觉。OK， 好，然后加香油和黑芝麻，香油和黑芝麻，我这刀洗一下啊。我还是冲，好，但是我还蛮喜欢吃洋葱，洋葱炒软特别香，然后加香油黑芝麻，黑芝麻五克，香油是五克，哎，昨天是一勺是几克来着？我忘了，昨天做的啥？昨天做的柠檬鸡翅。一勺五克吗？待我确认一下哦。昨天哦一大勺哦一勺是十克左右。一勺是十克。那这个香油五克，黑芝麻五克，就是都是半勺。但我这个蔬菜也没有按照它这个，按照它这个做，差不多半勺吧。随心放，味道会差很多吗？跟着感觉走。啥玩意儿？哦，这样是对的，吓死我。我以为我这样是没打开，看到，但应该这样就可以。拿个昨天的勺子。哎呦，快一勺了，哇，好香啊！要想吃火锅了，我这个香油味的，我感觉可以再来一点，跟着我的感觉走。好，然后黑芝麻也是刚买的，黑芝麻也来一勺吧，多一点。对，我是比较重口啊。希望今天可以做的好吃。好在重庆租房还不是很贵。对，谢谢健客宝的巧克力。哎，我之前 MC 好像说过吧，就是有一次吃芥末，我说我特别喜欢吃那个芥末吧。
混合，这个怎么混合？差不多就这样吧。反正我下锅又混合了。然后倒水到内胆二处，再倒点水。使用厨神功能，万能的厨神功能，放入肥牛，超至八分熟，这个好像有点不够，因为我牛肉买的可多。这个保质期到3月21日，哎，那我今天做一半吧。温度125，时间30分钟。然后时间30分钟 ，OK， 开始。然后水开后放入肥牛片，焯至8分钟。水开后，我怎么知道水开没开？哦，那个孔应该会冒气。我穿的像丝袜吗？我穿的是假腿。我今天回来就穿的这个假腿，我懒得脱了。应该不会不够吃吧？不够吃就当减肥啦。谢谢周某某宝的奶茶。一开始就可以先煮水，你说的对。这周我不去主演。哦，但是哦，本来郝静怡和林淑琴说那个周五要在我家住的，但是他们后面又多订了一天民宿了，就不在我家住了，我挺开心的。谢谢骑士宝的奶茶，因为我不用收房间了。我刚去问了一嘴郝静怡，我说你们明天来吗？他说不来，我带好了。我等吃完饭我要收房间。谢谢活宝的玫瑰花。对，我有时间要回去上公演，然后不上公演的时候，周末在重庆，因为平时工作日在上学嘛，然后周末就有一些想自己去干的事情，比如说跳舞啊什么的，学习，对，给自己点技能点，飞机票怎么可能报销的嘞？6号在哦，14号不在。但是14号是白色情人节，白色情人节我可能会发个东西。谢谢骑士宝宝的奶茶，谢谢城堡的巧克力。对，我那个就是，我这次只买了一个航空公司的随心飞，因为我想一下，我上学期吉祥航空飞的比东航多很多，然后东航又比吉航贵，然后我这学期我就只买了吉航的。今天做牛肉饭，哎，我就应该把牛肉饭打在标题上。谢谢漂亮笨蛋宝的巧克力。我刚刚是不是应该倒开水？后悔了，不行，我重新来。这怎么取消啊？我把水舀出来了。那水壶里面水好像也不是很多。过烫吗？
这锅还不是很烫。刚刚看到里面有个脏东西，这是什么呀？嗯，把这锅水烧。好家伙！我锅洗干净了，不知道哪飞进去的。嗯，握手会嘛，握手会好呀，但是握手会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什么时候办。嗯，今天10:30做完，我跟你说。怎么取消啊？这个取消是不是要长按啊？看一眼。今天又是10:多吃上晚饭的一天。这够不够啊？不太够。我今天10:30绝对吃得上，我跟你说。这锅啊，哦，这锅你觉得它那个质量挺好的是吧？我也觉得，不然它也经不起我这么造。但是那个叫什么？好了吗？我跳闸了，嗯，然后跳的刚好是我的网线。跳闸了。跳闸不是我的问题啊，是他突然跳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没干什么，我的锅也好好的，不是这跳的。锅没跳，我觉得肯定是外面在干什么，搞得我跳闸了。哎，我刚水烧好没有？哦，是锅这个，哦，是烧开水的这个跳闸了。哎呦，我晕。哎呦呦，这水都烧干了，妈！加一点点。烧一下，看一眼这边的饭，哦，挺好的。能吃上，10:30能吃上，哎呀，
主要是我星期三、星期四放学都挺晚的，我6点半才放学。备用厨房，我的备用厨房是四八中心的厨房。我这边就这一个厨房。对，刚刚应该先烧水。他这个食谱不好，他应该先跟我说，先把水烧上，是吧？我把后面的先看看。水开后，然后放肥牛，八成熟捞出来，然后再用除神功能，将生抽料酒混合倒入锅内。加热后，倒入洋葱丝，煮开后放入牛肉片，做好后放入酱汁。哎呦，还要调个酱汁。哎呀，果然。还要调个酱汁。哎，我现在能把那个闸推起来了吗？我去推一推。我去推推那个闸。哎，可以了。那烧开水哪都好，就是容易跳闸，是吧？那个。五片够不够我吃？应该够我吃吧。五片，还有五片下次吃。对，我会不会又对自己估算错误？我昨天就说3块鸡翅够我吃，不对，5块鸡翅够我吃，结果5块鸡翅不够，怎么办？少是吗？太多了，都下太多了。哎呦，而且这下面都快煮好了。这五片就五片，吃不下当减肥。还是都下吧。哎呦，好了，牛肉好了，可以先拿起来。哎，我放哪里呢？表肉放哪里？其实10片肉也不多，我今天都没怎么吃饭。我又吃了包子，然后那个芝士塔就没吃。大不了我肉吃多一点。那个，饭吃少一点。我吃海底捞的其实。哎，我好想，我看到他们那个广州，就是他们 TOP 秀去巡演，然后广州那边是不是请吃那个400多的自助？哦，天哪，我这辈子就吃过一次那种，真的，我吃海底捞的价是不及我吃那种自助餐的1/5。
是吧？就平时吃，哎呦，我怎么往这里捞？平时吃的贵一点的，可能就是寿喜烧。寿喜烧那也就2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煮牛肉的可以拿来做酱汁吧，不用重新烧开水。晚上没东西。哎呦，叶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吃到400多的主餐？孩子这辈子没怎么吃过。这个酱汁还要煮哎，我的天呐，我这锅都不够用。那我先做酱汁。这个水要多少？适量。这辈子最讨厌适量。把上面的浮沫捞起来，就可以用这个水来煮酱汁。我觉得甚好。哇，好烫，好烫！哎，哇，好烫！好，这个剩下的水拿来做那个酱汁应该差不多。会不会太少了？我天，会不会太少？又怕太少。哎，我找不到拿液了。加生抽、蜂蜜。生抽多少？生抽10克，蜂蜜10克，2勺。熟刚放芝麻，等一下熟。
哎呦，这个洗一下。你们这种打不开，你们不会上嘴吗？哎呦，水袋煮沸了，天！上十克蜂蜜。嗯？怎么挤不出来？啊！我晕，怎么还有一层？生抽，那水好像还有点少。生抽是哪个？哦，这是生抽。蜂蜜一勺。生抽也一勺，那蜂蜜应该够了，我不喜欢太甜的。你们有人知道水淀粉是拿开水兑还是拿冷水兑吗？我刚上网查了一下，但是我忘了，再加一勺冷水吧。冷水兑，好嘞。感谢万能的口袋四八。冷水兑，我拿来煮一下，拿冷水兑的，兑的那个淀粉。哎，我碗真的不够，我的天哪！我以为我三个碗肯定够了，只能拿这个。这是我等会儿来装饭的碗，这么大一个。淀粉多少？淀粉五克，这么少？哦，淀粉看来是新买的。上面的粉都下不去，再来一点点。再加点粉。
去，把是倒进去吗？倒入水进去。好像太多了吧。这样就可以了，哎，不用煮了，不用煮了。谢谢 SC 宝的巧克力，好，对不起，我错了，我10点半吃不到。而且这个锅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拿出来，因为我刚刚。因为我今天买那个防烫的手套没买到，哎，这怎么办？这个酱我等会放哪儿啊？这酱，酱我放这儿吧，我只能放这儿了，放这个晾杯里。多拿一点纸。哦，哦，好。啊，我做的酱就好了，然后放一点点，然后还是这一边，不用管了，130度30分钟，啊，饿死我了，哎，过了，130度。135度，好，然后生抽料酒混合，怎么又加生抽料酒？生抽料酒混合后倒入锅内加热后 ，OK， 生抽先和料酒混合，生抽料酒10克，谢谢2021宝的1元棒。我知道广州那边在吃自助，我刚才说呢。哎，怎么我做的牛肉饭就比不上400多的自助餐吗？啊，谢谢森森史上宝的1元棒，谢谢 Pure's 不不不不的宝的巧克力。料酒，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这一勺。料酒，然后生抽，洋葱丝 ，OK， 好。这5克是不是太少了？你们评评理啊！你们看一下，这够吗？做牛肉饭你？够吗？刚那个够不少啊。好的，那不多了，不然太咸了。
然后加热后再加洋葱，然后再煮开后再放牛肉片，居然还要煮开，我就这么一点儿，我就这么一点点，等一下，我就这么一点点可怜的水在里面让我煮开，都要收掉是吧？No，在煮吗？哦，他没在煮，要，我刚刚没按开始。开始了，我就说他怎么没动？你算这个锅本来动静就小。感觉这个水还是太少了，我把最后一滴都要倒进去。再看看这边的饭，感觉还行，还行。你这边再热吗？我感觉这边也没什么动静。热一热，然后放蔬菜，不要用金属勺子。好的，我等会不用。我等会用那个饭勺，没有木勺，我只有饭勺。木勺好用是吗？哇，那我下周回来我去那个买一个我去年送郝静怡的那个木质的那个同款，我去年送了她一个那个一个铲勺，然后一个那什么勺，反正就是木头的。木勺子不会破坏，懂了。但我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木勺，我也不知道我拿来干嘛。哦，当时拿来吃酸奶。我家不用木勺的，所以我今天看到那个木勺的时候，我没买来着。我想着那个饭勺也可以拿来用。木勺不好用是吧？我就是今天看到了那个木头的碗，哎，好像可以放，可以放了。我今天看到那个木头的碗，哎呦，这上面好多芝麻呀！我用西兰花把它刮下来。哎，这声音难受。哇，好香！天哪，巨香！哎，我的勺呢？饭勺。加点水啊！我感觉状态不太对劲啊，不对，我加点刚刚这个汁吧。哎，不对，还是加点水，不太对，不太对。我待会是对的吗？没有，我刚刚感觉这个
锅太干了，然后后面还要加牛肉什么的，我就觉得还是让它湿一点比较好。它这还要煮开什么的，我就觉得离谱。我那生抽和料酒能煮开？我这西兰花都熟不了。我感觉这个食谱就有点，对，它肯定少步骤的。比如说，先把西兰花煮熟。不行，我觉得我这个西兰花，我得加点水，让它煮一会儿，让它熟不了。西兰花好熟的吗？西兰花是不是可以生吃啊？嗯，西兰花过水了，谢谢炸鱼堡的巧克力。好，我感觉这会儿可以放肉片了。真的，这些菜在里面就显得很渺小。我加点汁，我不要最后放，我就要现在放。那其实现在也差不多了。10:30有望是吧？我也觉得。但我怎么感觉，我感觉味道会有点淡。谢谢圣人堡的奶茶。我全倒有错吗？我怕味道太淡了。我这么看，我就觉得味道好淡啊。感觉没啥味儿。尝一口。你这个牛肉肯定是好的。错，太淡了，天哪，这辈子没吃过这么淡的。不行不行不行，再加点。勾芡，勾芡怎么勾啊？勾芡超出了我的料理能力范围。淀粉加水是吧？哦，这是刚刚的那种。
现在煮的不知道这锅什么东西，加点老抽吧，我觉得现在颜色不太好看。哎呦，有点多，哎，不多。它这个肉做老啊，我把那个温度弄小一点。嗯，现在看着有味儿。哎呦，你别掉。然后再加一点点蜂蜜，我这蜂蜜刚刚加了跟没加似的。我觉得我还是肉加太多了，我肉比它上面的还多。OK， 好，再勾个芡啊，虽然我也不会勾芡。还是挺香的，这香味儿，香味也不是很大，就是了。香味不大，加点香油，香油再加一点，我缺啥再补啥。OK， 好。哇，好香，可以。我觉得现在味道肯定够了，好，来一块。我的天哪，这是我做出来的，哦，我有天分。我的天哪，我真的，我哎，不看这个菜谱啊，全凭自己的感觉。好，勾芡，虽然我不会勾啊，没有盐，我发自内心的。勾芡要用多少淀粉？把刚刚碗里的直接弄了一弄，哇，谢谢鸡坤宝的六杯奶茶，好，勾勾勾，我也不会勾，是这么勾吗？把饭放菜，我也想这么着，哎呦，哎，好像是变稠了一点哎。火可以关了吗？可以关了吧。哇，真的不错。哎，等等，我换个镜头给你们看一眼。就是我菜应该多弄点的。哎，算了，菜弄多了，等我吃完。我把那个鸡关了，哎呦，好，没事。哇，看这个热气，我的天呐。嗯，真的不错，味道颜色都够了。天呐，我真的是天才了。谢谢骑士宝的奶茶。好，现在才10:26啊，10:26。好，我赶紧这4分钟我装盘。谢谢日宝的1元棒，好，拿我刚刚这个碗装，拿这个碗装，就很日式。
候不好使，拿那个饭勺。是20块钱的肉啊，不浪费。然后一会儿把饭留到这一半，这个散热。然后这边的饭，这饭还是昨天的小米饭。这上面哦，应该是刚刚的芝麻。我吃不完了，我觉得我吃这么多就差不多了，吃不完了。感觉饭还不是很热哎，没关系，肉够热，把这个肉，洗一下筷子。讲究，把脏脏的抹掉。把这个肉盖饭上，然后拿几颗菜放这边，看起来好看一点。开吃，幸福。架子跟我过来，先吃两口，吃两口我就下播了，我就下播再拍照。还是测评两口。我直接开吃了，趁它还热着。来一口肉啊，再加点菜。哇，天哪，香油好像加有点多。哎呀，我弄不成一勺，我弄不成一块儿。
往回看，往回看。谢谢噬魔堡的皇冠，谢谢城堡的巧克力，谢谢风筝堡的暖暖，谢谢牛轧糖堡的花花。好，你差不多哈。好，那我吃饭了，我干饭了，干饭时间。谢谢狮子堡的巧克力。哎，但说实话，果然还是没有电影的好吃，还是下馆子好吃一点。我这做的比下馆子还贵。谢谢小鸡鸡宝的皇冠，谢谢，刚没对上，我自给自己带一个，谢谢。哇，谢谢神话宝的应援棒，哦，太好吃了，我的天哪！哇，还是我不行，我得拿个勺。谢谢 UNTR 宝的奶茶，拿个勺，拿我的干饭勺。干饭勺，就拿干饭勺吧。已经做好啦，干面酱。哇，谢谢虾米宝的暖暖。再来最后一勺，我就去拍照。反正今天肉多，我多吃也没有关系啦。多吃一点，看不出来的，对吧？整最后一口，整最后一口我就走了。好，最后一口。天哪，今天是什么日子？谢谢丹尼尔宝的皇冠，谢谢。主要是什么？这两天啊，放学都太晚了。我下次提前买好食材，然后回来就可以做。而且今天本来是去买一些厨具的，虽然也没有买到，但是逛了好多。最后决定在网上买。好，我准备去拍照了，班同学饭凉了，拜拜。不行，我还是要吃口热饭，拜拜。晚安，晚安，早点休息。拜拜。啊，我今天肚子其实都饿得快微穿孔了。好，走了。晚安。